如果你想要从新山买高质量的床沙发到新加坡，可以考虑来这里哦。他们还免费送到新加坡，所以你只需要还 GST。刚好我们的 BTO 要来了，除了几间新山的家具店，听说这里有免费送货，而且果乐机不错，还有 Direct Factory Price 就来了。还有我老公身高192，想找到适合他的也不简单。他们走的是 Expo 展的风格，所以真的很大，也是 the largest Expo concept building showroom in Malaysia， 希望可以在这里买完全部家具。他们这里有很多床垫的品牌，所以你在 Home Expo 看到的所有品牌这里都可以找到。 Revol 是这里的 exclusive brand， 也是 the world best bed from Belgium， 采用 100% 纯天然乳胶，能改善血液循环，透气性也好，你们可以来这里慢慢躺哦，真的很舒服。他们也可以根据我老公的 height 来 customize。还有这个 Dream Cloud， 主打的是 100% formaldehyde free glue 的床垫和床架，但我个人还是比较 prefer Revol， 所以你们可以去躺躺看。另一个 exclusive 就是这个 Dr. Takashi， 是 number one export mattress in Japan， 也是特别为亚洲人的定制的，属于比较硬的床，所以适合脊椎有问题的顾客，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哦，都是可以 customize 哦。另一个我们特别注重的就是沙发，因为我老公真的太高了，我的天。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品牌 Melly Sofa， staff 说他们有根据人体工学而设计，所以非常舒服，也有很多种 collection， 像是 pushback formal sofa、 recliner sofa 等等。我现在看的这些都是 easy clean fabric， 倒这样子进去都不会被吸入肉，而且是 anti scratch， 很适合养宠物的宝宝们，颜色和座位都可以 customize 哦，这里价格真的还可以。他们也是有 premium leather sofa 哦，店员和我们说他们用的都是 thick leather。来这里的好处是他们还有 Dining Series， 有他们的品牌 Melly Dining， 用的有 Marble 大理石、 Crystal 宝晶石等等，这些都很稳固耐脏不脱色，也有很多种款式可以选择哦，很漂亮，也可以自己搭配桌面花纹。如果你比较喜欢木色的，这里也有 Muji 风格或者 Solidwood Series。 这里四楼还有 VIP Room，你可以在这里面睡觉，躺他们的床，这些服务真的都很好哦，记得预留几个钟头来逛逛哦。